提拔你当家上海一把的，欢迎准点修改三零唯一档方言生活妇女栏目《提拔当家》，我下次又跟大家见面了。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叫做国际见闻日，所以阿姐问一下，你最爱的人在不在你身边呢？如果在的话，一定要用那个实际行动来表达你的爱。好，现在讲下今天的提拔当家有哪一些精彩观点。川渝代表一个萌萌，老娘天有选不为梦。 两天有选不为梦，甜蜜用到九次皮，质感东西又有惊喜。有人又问吃药片，各种好在味道甜。好，节目一开始我就问一下萌萌，来点你一道啊，女才是最在乎一件事情，谢谢你啊。哎呀，老师，这个问题你上周就问过我了，<笑>我再回答你一遍啊，就是要瘦。话得对，还有没有些的办法可以让一个肉肉的女孩子变成现在比较流行的一种纸片人？ 这有点难，哎，但是可以试试，至少让她看起来没有那么胖。哦。Hello， 不知道细心的朋友有没有发现，我们每次呢都会给大家带来糖果色系五颜六色的。对，听众没有给大家带来的是深色系，是的，其实也是想告诉大家呀，这个夏天就是一个五颜六色色彩斑斓的一个季节，所以呢，我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心情、自己的喜好去通过服装来改变我们自己的状态。对，那像我们身上这两款的话，就是特别减龄的一种娃娃衫款。那很包容性很强，可以遮手臂，可以遮肚子，遮腰，遮胯骨。嗯，是的，那其实通过服饰的可以很好的把我们修饰体型，相信这一点呢，大家都是知道了。但是还是有很多朋友啊不清楚，自身的问题在哪里？我通过什么样的一些方式去修饰自己的体型？比如说啊，像这种娃娃衫、泡泡袖的这种款式适合什么样类型的朋友呢？ 特别适合手臂粗，然后有小肚子，因为这种手臂呀、啊，它是泡泡袖的，那它的很好的一个大容量可以，就是里面的肉肉可以包裹得很好，我会显现出来。然后包括有小肚子的朋友们，也可以选这种娃娃衫，因为通常娃娃衫的话，在这个高腰节的设计呢，就会偏高一些，然后。 并且还有一些褶皱的这种大容量的设计在这，所以的话也是可以很好的包裹住它，那么就显出来的腰线和腰身感就会偏特别的修长感。 是的，像蓉蓉身上的这条是一个长裙，然后长裙的位置哈，我们也反复的告诉了大家，其实选择在这个脚踝上面，小腿肚的位置是非常可以修饰你个人比例的。是的，然后再加上有一个腰结线、高腰结线明显高腰结线的一个款式在这边，对，就会让你觉得啊，你的腿好长呀。是的。 那还有就是关于这种方形的娃娃领，我们之前也介绍给大家，这种款式特别修饰脸型，对不对？对，因为它留白的位置多，那么整体的话就会显得头小脸小的感觉，视觉感就会就是露出来的位置多一些，然后就会显得比例上要更好一些。而且蓉蓉今天选择的这个绿色呢，是一种墨绿色，有很多朋友会担心，哎呀，这么深的绿色会不会很老气呢？ 不会的，因为墨绿的话，看你是什么样的款式。如果说是比较简单通勤的大方款，可能相对来讲会显得要成熟一些。但是配上这种有装饰型的这种款式的话，它就会比较显高级。尤其是你看配一个这种缎面的这种娃娃领，那整体它的质感就会特别的突出起来。 再加上我们这个面料本身，它就不是那种很普通的、很平庸的面料，它是一个这种有压褶纹的面料，所以它在细节上就会凸显它的整体的质感，也不会显老起来。 对，而且我发现呢，一抹非常有光泽的面料呢，其实反而适合身材较好的朋友。对，一旦这个面料它有一些纹路或者有一些设计在里面的话呢，是可以帮助我们修饰我们身材体型的。对对对，然后像这种细的这种折纹，它是细线条长条形的，它就可以更好的修饰整个衣型的这种拉长视觉感的感觉。嗯，那我身上的这个短裙就适合个子比较小巧的朋友了。是的，嗯，尤其是腿细的。
然后这种有锁骨，并且整个这个上半身是偏瘦的人，那么这款就非常的友好。对，而且你可以发现我这一款它的领子也是个亮点啊，同样配的是一个 polo 袖，但是它呈现出来的领子形状是一个非常大面积的一个长方形，对不对？对对对，然后它加上这个，如果是宽肩或者窄肩的话，它都可以驾驭这款，因为它可以很好的把留白的位置可控在就是比例非常好的样子。对，而且我身上呢，看它的这个花纹就非常的童趣，童趣感很强。是的，会非常的减龄，尤其是现在的女孩子都希望自己显小、显瘦、显美，那么这种童趣感的衣服，它就刚好可以让你呈现出这些。胖胖的女生啊，想要穿衣好看呢，我觉得显瘦是关键。其实两个也是一样的道理，对吧？比方说像我刚刚讲述的是短的时候，我好舍得穿一种有两只衣服，都是的，就跟我要穿宽松的，是千万不要穿紧身衣。对，那女生呢，除此之外还有更高的追求，除了要显瘦之外，还得穿得好看漂亮。是啊，今天对这个款式我觉得就可以啊。这个款式我也觉得不错，一定要注意啊，像我们的手臂啊、腰腰啊、胯部啊，都是容易有肉的，所以呢，在选择款式的时候呢，哎，这一类的款式就可以帮我们藏住这些肉了。大家一定要这样记住啊。哎，萌萌啊，下一期节目我们要注意一些新的款式的，那一定得是显瘦的、减龄的、好看的啊，那就太好了。接下来休息我们今天的广告，广告之后更多精彩内容，不要走开，马上回来。人老腿先老，没有力气易摔倒，想要腿脚好，调养五脏补足气血是关键。益寿强身膏融汇益气补脾补肾养肝气血双补等中医百年名方，形成22味药材组合的大复方，滋肝肾补气血强筋骨，人老腿不老，腿脚有力不摔倒，益寿强身膏。上了年纪啊，腿没力气，发酸发胀，像灌了铅。想要腿脚好，调养五脏补足气血是关键。益寿强身膏融汇益气补脾补肾养肝气血双补等中医百年名方，形成22味药材组合的大复方，滋肝肾补气血强筋骨。人老腿不老，腿脚有力不摔倒，益寿强身膏。广告之后，请再继续欢迎回到正在播出的体育报道。如果我要问九支笔可以做些的啊，那么简单吗？九支笔不就是包韭菜？哎，其实大家不晓得，九支笔的作用啊还有好多，只要能花一点点子心思，又可以做出特别多个美食。我们扎起进入今夜的甜品故事。今天我们教大家做一个芝麻甜香饼，用的原材料有饺子皮、芝麻、红糖。首先我们将饺子皮依次摆入烤盘中，然后在饺子皮上刷上一层油。接下来我们将芝麻撒在饺子皮上面，再撒上红糖，然后放入烤箱中280度10分钟。我们的芝麻甜香饼就做好了，香甜脆口，好吃的不得了。饺子皮、芝麻、红糖，哎，这三样东西加进去可以做成一种改变特别爆火的糖味烧饼，哎，味道还真的是蛮好，大家都好味了不哩？下面一个时间，那个要亲眼的养生，又要学到洛阳的知识。你都多大岁？哇！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我是外面的两代人，哈哈哈哈，魔性的笑声。别影响我锻炼身体，哈哈哈哈哈哈。锻炼身体呀？对啊，我说嘞，这个方法又不行，我乱来一个，我去网上用，我在网上看到的。哈哈哈哈，所以你画那个是，哈哈哈哈，那个是养生方法是吧？对对对，哈哈。至于奶奶，这种方法能不能养生我不晓得，对我的吧，觉得蛮好的，唱的能够养生，嘿，我蛮开心的，我心情蛮好。那你心情好神。神龙的这个哈哈大笑养生法还真的是最近网络上很火的一种养生方式，不信你看。我们现在全国是十四个大笑群，每位家人呢都在群里大笑，在那边笑，观众一边笑，然后通过大笑呢，我们这个心脏病好，对吧？不血栓好。网上确实说的神乎其神，可究竟有没有科学依据，我们还是得去问一下专家。哎，刘医生啊，我想问一下，你平时喜欢修不？还好。你喜欢广修不？没人的时候可能会。那给你用个。嗯，我关键有你没有你呢，我该锻炼上我就锻炼了。等一下就要去广广修是种锻炼，一种养生方法，你要玩不？而且对心态特别好，笑一笑十年少，笑是青春不老药。你看网上都是讲话的。哦，笑啊，身体壮。确实，我们最近啊，在这种抖音或一些相关的一些平台上，能看到很多这种大笑养生的这种视频出现，也有很多人就是相关于说受益者，说自己因为大笑养生，然后有很多成年的老疾都得到了治愈。但其实大笑养生，它其实有一定的夸大的成分在里面，真正确实有没有对我们说一些老年性的疾病或者成疾就患有很明显的治疗作用，在我们以科学的严谨的态度，或者说以专业的态度来说的话，它其实没有那么大的作用，或者说基本上不存在有明显的治疗作用。专家说，通过大笑就能治病，确实是夸张的一种说法。但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说，经常笑确实对身体有一定的好处。确实从中医上的角度来说的话，笑或者说长期的这种保持心情的愉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我们一些心情的淤堵，或者说相关的一些疾病的产生。因为这种情绪的疾病现在是很多我们说的白领啊，或者相关的一些工作人员导致亚健康的一些状态，确实大笑或者说适当的情绪的疏导，能够改善我们一些因为情绪引起来的疾病，对，可以缓解压力或者说像我们一些视频里面的，我们经常是这种一种仰天长笑的这种方式，其实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我们颈部的一些肌肉和肌群，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改善我们相关的一些颈部的肌肉的劳损，或者说肩痛颈痛的一些疾病也是有帮助的。但是如果说确切的说，它有没有很明确的能够对于我们说比如说脑血栓一些心脏的一些疾病，或者说一些我们说常规的一些严重的老年性的疾病有明显的治疗作用针对科学的方式来说，它是不存在有这种方式的作用的。都啊修是青春不老药，所以啊笑一笑十年少，修一定是一个好习惯。但是网上话可跟说哈哈台修有特别好个好过，我可是有点是夸张。好，休息我们今天的广告，广告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别走开，马上回来。人老腿先老，没有力气易摔倒，想要腿脚好，调养五脏，补足气血是关键。益寿强身膏，融汇益气补脾，补肾养肝，气血双补等中医百年名方，形成22味药材组合的大复方，滋肝肾，补气血，强筋骨。人老腿不老，腿脚有力不摔倒，益寿强身高。金阳六种坚果666，六种坚果营养六，液体坚果吸收六，每日一瓶心情六，双膜智取更能吸收六种坚果，一瓶就够六啦。金阳六种坚果，800里洞庭，长康118000亩绿泰菜籽家园。绿泰只优选头一道压榨菜籽油，长康绿泰初榨香菜籽油，家常菜用绿泰。
人老腿先老，没有力气易摔倒。前阵子摔了一跤，自己遭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益寿强身膏，融汇益气补脾、补肾养肝、气血双补等中医百年名方，形成22味药材组合的大复方，滋肝肾、补气血、强筋骨。人老腿不老，腿脚有力不摔倒，益寿强身膏。广告之后，今天继续欢迎回到正在播出的第八档节目。接下来是闽南话社区豪宅短上招。听说有那个游戏在豪宅，不但是开胃，而且下饭，最重要游戏还特别拥有。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美味家常菜。接下来做的这道好菜呢，是很多内脏爱好者的最爱。到底是什么呢？有请我们的刘大厨。泡椒炒腰片。到了这样的天气，你就会想吃点酸。对对对，吃点开胃的东西。天气是越来越热，有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就是家里大厨做菜的时候，也是绞尽脑汁，不晓得要做什么能让我们餐桌上的这个家人们呢，能这个胃口大开哈。今天这道好菜就是一个好的选择。因为泡椒药片呢，它吃起来就是药片特别嫩啊，泡椒酸酸辣辣的，特别的开胃。好菜呢，我就先要来看看啊，咱们需要哪一些原材料呢？泡椒炒腰片需要的原材料有腰片、泡椒、生姜、大蒜子、小米椒。猪腰的选择我们已经说过很多很多很多次了，就是选猪腰一定要选白腰。然后咱们这个腰片去给它片的时候要片薄一点，对不对？做这个泡椒腰片呢，我们就第一要选用白腰，第二呢，我们要把那个腰梢给去掉，把它片成薄片以后呢，我们要把它腌制一下。腰片如果不腌的话，可能它也还是比较老。对对对，因为腰片呢，我们要吃到这个就是比较润滑的那一种。那我们现在第一步是就是要腌这个腰片。对对，把腰片腌制一下。先来腌制腰片，下入盐、鸡精、胡椒粉、蚝油，抓匀。随后是一点点鸡蛋、生粉，抓拌均匀备用。锅中烧水，来一点食用油、鸡精、盐、白糖，下锅炒匀。腰片下锅焯烫，待腰片七八成熟，立即出锅沥水备用。再起油锅，爆香生姜、大蒜子、小米椒、泡椒，充分翻炒均匀，香味一出，下入料酒增香，加入些许清水调味，来一点点蚝油、生抽、白糖、鸡精、盐、胡椒粉、十三香，下锅炒匀。待锅中滋味融合，下入腰片，大火烧煮，下入水淀粉勾芡，汤汁收浓，立即出锅，酸辣开胃的泡椒腰片就可以开吃啦。泡椒腰片这样就做好了。其实我觉得只要你刀工稍微过点关，然后腌制到位的话，这道菜应该没那么容易失败。对，这道菜其实很好做，就是你在片的时候片慢一点，然后就是把它腌制以后呢，我们就是把泡椒啊炒出它的香味，把泡椒炒出香味以后，这个菜呢，我们吃的就是放一点点米酒，放一点点白糖，加入一些橙汁，就有点酸酸甜甜的那种。这个味道就很好。对对，夏天的时候吃点这个就觉得特别能配饭，很好。对对对对，感谢我们的刘大厨，他今天教大家的泡椒腰片，大家都好了吧？泡椒腰片味道特别好，大家晓得啊。不过腰发呀，要是无脏了个吧，也是特别的鲜嫩爽口。哎，加上了泡椒呢，还有显得特别开胃，特别酸爽，大家喜欢给它来不来？好，菜已经弄上了，哪里有给付现来爽一爽的？姓万。叫万云燕，我住在八首巷。今天希望你们送道菜给我爱人。我们今天这道菜呢，是万阿姨要送给您的丈夫的，对不对？叔叔尊敬。姓卢。卢叔叔，来看看今天是什么菜吧。每天都是不一样的菜，每天都是一种惊喜哦。我今天看到了这个菜，很香吧？有没有？挺
香，还是热的、嗯、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呀？嗯，腰片、啊、是不是、啊、我们南昌非常地道的一道菜，腰片。平时在家里面谁做饭？平时老头做饭，老爷子做饭。平时在家里面处理腰片怎么处理？做的多不多？很少做。其实是这样的，因为家里面处理腰片不是很方便，腰片处理的好味道会特别好吃，腰片处理的不好的话反而会有股膻味，这股膻味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但是我们今天大厨他用自己的方法，我相信会给你们很好的一种味蕾上的体验，希望你们能喜欢，回家尝一尝啊。谢谢阿姨。来问一下您，今天为什么会想到送菜给爱人吃？我爱人一般他平时呢好辛苦，每天都是他做饭做菜买菜、所以说啊，我要感谢他、感谢他每天都是做饭买菜，那家里面都50%的活已经被他做了、他很辛苦。结婚多少年了？50多年吧。50多年，那就做了50多年的饭，是不是？对。所以这道菜您一定得好好尝尝啊，叔叔。万女士说，爱人对自己是照顾有加，疼爱有加，要多细心就有多细心。哎呀，我们两个人呢一般都是他蛮体贴我，我对他也很好、肯定是互相体贴的、对不对？那叔叔有多体贴你呢？比如我到外面去了，他会很关心，打电话问呢、就是你在哪儿、你去哪儿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哎，那他一般是你出去多少时间以后他就会打这个电话的这个频率是什么样的？那个大概1个小时了2个小时了，就这个样子。一个小时就会打电话呀？对呀、叔叔，人家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那您这个一个小时不见是不是也像3个季节没见一样？您怎么这么担心阿姨？他主要是关心我，把我走弱了了，把我走丢了了，怕他迷路。其实这个还是一种担心，嗯、对不对？一种关心，一种关心。叔叔，您这么多年一直是保持这样子对阿姨的热爱吗？反正我们是老夫老妻了，嗯，反正就是生活就是平平淡淡，两个人在一起也好不容易，活到70多岁。他其实有，我其实把有身体有这个样子，我就心满意足了。所以要珍惜生活，对不对？对。那你们俩平时会吵架吗？呀，为啥？会吵。那是一般怎么好的呢？一般会小鬼就是了，不在有些时间就是会交两句。一般我们俩没。那其实这种是有意见上的分歧，这属于沟通，这不属于吵架，对不对？不，那我们也希望在接下来的生活里面，你们能一如既往的这么相爱，身体健康啊，叔叔阿姨，祝你们幸福。越老越好了，越老越好。生活当中难免有磕磕碰碰。所以夫妻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相互扶持显得尤为重要。能够走在一起就是一种缘分，珍惜缘分才能过得长久幸福。懂得观念就一定有娃子的，善于表达、勇敢表达才是最好的方式。好，接下来我们讲的是都市恋电脑，看一下今天的节目够不够精彩。
脑健康公益时刻，江西都市频道温馨提示您，在中国心脑血管病人数高达 2.9 亿，血液粘稠容易导致大脑和心脏缺血缺氧，引发头晕头痛、胸闷心慌、气短乏力，甚至心梗脑梗、中风偏瘫。预防血栓，你我携手立即清血，净化血液，多运动，心好脑好精神好。今天您清血了吗？血液粘稠就怕堵了心和脑，经常头晕头痛血热乏力，你需要清血。清血八味片，粘稠的血液缓慢流进心脏，流过大脑，容易引发头晕头痛血热乏力，就怕堵了心和脑。清血八味片，300年清血古方，专药清控血，祝您血液不粘稠，控血清，心脑好。专药清控血，梦琪清血八味片。我的腰腿我做主，捉襟见腰保起来。我的腰腿我做主，腰腿灵巧听使唤。幸福不幸福全看着腰腿做主不做主，想去哪儿挺起腰咱抬腿就走。这一旦腰椎间盘出了问题，就怕走不了动不了，痛啊。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配方专，药材好，强筋骨，驱疼痛，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记。我的腰腿我做主，舒筋健腰好起来。肠胃本一家，检查治疗不分家，南昌第12医院专注肠胃病诊疗45年，公立专科值得我们信赖，专业精准是我们胃肠病检查的宗旨。主任亲诊，预约检查，当日取片。南昌第12医院为您的肠胃保驾护航。预约热线0791-8863-7777，地址南昌市明德路473号。都是点点老健康与快乐，今天的节目演播完，只要大家每年都不要太对我们的节目。好了，今天的节目又跟大家把再见了，明年5点播完，强大家锁定江西卫视频道，开心快乐和你宝，我是阿芝，明天再见，拜拜。今天来做的这道菜呢，我个人觉得哈，它也是非常下饭的一道菜，而且呢也是快炒菜。那我们今天要做什么菜呢？杏鲍菇炒牛肉粒。今天我们的杏鲍菇炒牛肉粒哈，连我们的杏鲍菇都改刀成了这个杏鲍菇粒。